和女孩们最近是不是很伤心，因为我们本上的复印 CP 面临解散，反而伟龙 CP 扛起了大旗。哎，追一部剧爱一个人。喜欢一对组合小编真是太懂，因为小编刚从朱老师和白老师的坑中出来，又陷入了另一个坑中。不过没关系，复查复恒另娶他人。但徐凯却离我们更近了，每天欣赏他的帅照忙都忙不过来。他的机场造型真的是酷毙了，帅炸了，这位小哥哥实在太会穿了，真不愧是模特出身的。徐凯身穿白色的字母 T 恤，搭配蓝色的破洞牛仔裤，脚上穿一双运动鞋，简单清爽，头上的黑色渔夫帽潮范十足，配上手里的黑色背包，时尚感爆棚。徐凯简直就是一位行走的衣架子，这么简单的搭配都能穿出高级感。白色的 T 恤搭配宽松的深色长裤，头发全都梳到了后面，露出饱满的额头，一下子从一个清新的少年变成了型男。一般刘海是很考验人的气质的，但徐凯颜值高，即使没有刘海也很帅。徐凯现身，这次的造型比较舒适和随性，简单的白色 T 恤搭配一款黑色的短裤，配上他帅气的大背头，高级感十足。徐凯把口罩遮上之后，整个人气场十足，真的很有型，冷酷又霸气，实在太有范了。白色的 T 恤版型比较宽松，是很基础的一款，舒适随性，而这件宽松的运动短裤子很有个性，黑色背底，而侧面拼接了红色，最重要的是裤子的腰带它没有系上，看起来更随性和不羁了。复查复恒故意解开裤子的腰带，摘掉口罩裤哥秒变暖男，太惊艳。原本裤子上的细腰带应该系上的，但徐凯故意解开之后反而更偏随性的感觉，似乎更时尚了。不过这都不是重点，最重要的是徐凯终于把口罩摘下了。被摘下口罩的徐凯惊艳住了，明明戴上口罩的他酷帅有型，气场十足，是个标准的酷哥，但是拿下口罩之后却更清新阳光，有一种邻家帅气的校草小哥哥既视感，秒变暖男，这颜值真的很高。讲真的，徐凯的现代装扮比古装更耐看，因为更高级，简直帅炸了。